各位世界日报优视频的观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倪北嘉。您有没有订阅 优视频呢？那么在优视频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节目，包括我们的美食不打烊，你就知道，同时你还可以学到一些小窍门哦，究竟怎么样来做好吃的，你平常做不出来做不到的不到位的这些菜。那么提到了火锅，我相信每个人呢都会马上想到海底捞火锅。海底捞火锅呢，是1994年在四川省的简阳市它所发迹的，后来呢成为了全国直营的这个火锅店啊，它是集合了各地火锅的特色而形成的。目前呢，在全球呢有800多家了，而且每一年呢，随时随地哦都有新店诞生。今天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要介绍这一家呢，就是在 Pointe Hills Roland Heights 海底捞。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啊，平常现在吃个饭很难，跟朋友聚会了很难，但是今天呢尤其难能可贵的跟我久违，我们真的很久没见面的夏文熙小姐。你好 Perry。 我们今天真的很有幸能够在这个棚底下更有气氛来吃饭啊，很浪漫的，很浪漫啊，海底捞这边啊，所以今天好不容易今天能够在户外一起来享用，哎，最喜欢吃的海底捞就是你了。对呀，啊，我很久没吃海底捞，好想。所以我就一讲海底捞，这夏文熙马上说我来，从尔晚赶过来的。对，旁边我这位呢，那么大家也许认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小可。对，那么今天我们吃火锅，当然了，海底捞它的真的很棒。是不是很香啊？很香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来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啊，我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位置呢。但是呢，你知道，我就闻着这香味，我就找到这里来了。你从来没来过？我从来都没来过呢。今天是来对了。他是属于闻香队的队员之一。好，我们赶紧来看看这个汤头，好吧？哎，我们来请我们的服务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哎呦，现在是 menu 是我们一直都采用我们 iPad 的形式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给客人，我们有中英文，一是给客人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一目了然的界面。我们这边所有点菜的方式和其他几家 location 的店面是完全一样的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特殊菜在我们这边，像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新出的像龙虾沙拉风味丸啊，芝士虾丸竹轮啊，都是我们这边。我们点一个 combo 就好了嘛。可以啊，套餐在这边了。什么都有啊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哇，是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，这种疫情期间这样子安排，让大家吃的是更安心。可是吃到同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在户外啊，真的空气反而更好，是吗？虽然没有像平常那么漂亮，哎，平常很漂亮，海底捞真是有名的美。我们待会儿也就慢慢来捞我们的海底捞里头这好吃的菜，对，到底好不好吃？对，到时候就知道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刚才呢，我就听到他们说，他们对于这个安全呢也是非常的重视，所以呢，在每一桌呢都会送上这个你知道随身瓶的这个消毒的这个喷雾呢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在疫情期间，海底捞呢不像以前啊，那么现在大家一起来。那么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健康跟安全的考量。嗨，你开不开心？太谢谢你。是，但我真的好感谢你，我真的很久没吃海底捞了。对，而且好久没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一来的时候看到 Pat 就在这外面跳舞，你就知道他心情有多好了。首先，我来发各位什么东西？好啊、哦，我家里还有一个，是可以带走的吗？我是熟客啊，你是熟客哦，对，所以要送给我一个礼物。第二个，别急，我没。其实我要先发这个，来，先把你们的口罩装到里面，就哎呦多贴心啊，口罩哦，戴口罩的，戴口罩、哦，你们每个人都口罩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把口罩这样装的，摆电话也可以吧？啊，放电话也可以，有道理。第三个，哇，好细心啊，来，女生。头发别掉里头了、哦、把它当成粉丝给吃掉了。哇，好多、哦、也有头发哎，还有这个什么东西，湿巾哦，对不对、哦、刚才已经有这个清洁液在手里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卫卫生生来吃饭。
一二三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准备吃火锅了。Yes。锅底我们点的是三鲜跟番茄，还有就是经典麻辣跟番茄。哇，好好吃，很香。哦，这个和牛就是一个嫩。因为我觉得吃火锅啊本身就是需要这个肉质很新鲜，对吧？你看它没有炒的，没有经过其他的多方面的包装啊，就直接了当告诉你好还是不好。质量很重要。质量很重要啊。下面是在香港有没有这个火锅？海底捞？海底捞没有。香港没有啊？中国有啊。中国很多。我在上海的时候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吃。每个礼拜？在上海啊。在上海？对啊。每个礼拜都吃。啊、你很爱吃火锅哈、啊，我发现。我很喜欢吃火锅的，因为我喜欢每一口都热腾腾。热啊，热腾腾。每碗都热腾腾，喜欢。难怪，其实你是海底捞常客，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啊。对。那么你来这个海底捞，你一定要吃哪一道？哇，那吃牛肉啊！啊哈，他牛肉就真是棒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牛肉很好，因为美国嘛，因为美国牛肉是最好吃，确实是最好吃哈。怎么样，你的感觉？汤是，还有呢，食材，对，然后就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是真的非常的真材实料呢。也是名不虚传，没错。我觉得说今天可能我叫的不够多的，这边是虾滑，对，这个北加哥呢，之前呢就跟我推荐虾滑，非常的棒，对，新鲜的虾，而且要然后把它对在虾滑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让小葛给我们这边做两个，你，然后我们再让这个夏文熙那边来做他们这边的虾滑，来。也是你这虾滑呀！哦，虾滑，虾滑，虾滑。广东话怎么讲？不是虾滑，虾滑，虾虾滑，哇，很难、啊。我觉得还是国语比较好，还是老的哇，不是？好哇，好哇，虾滑，虾滑。特别推荐这个芝士牛肉丸。真的是在这边，不是在工厂做的哦，是他们这边手打完，而且呢，这里面呢是会爆浆的。好，赶紧哦，来，我们一人一颗，一人一颗啊。好，牛肉丸呢，这是新鲜做的，不是冷冻的啊，不是冷库里头的，而且里头会爆浆，当心哦，有汁会喷出来。爆浆啊！爆爆浆，爆浆。怎么样？今天吃的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更好。我反而喜欢在外面吃火锅，对，户外嘛，哎，这样大家一起聚餐的感觉啊。对对对，而且这户外你知道吗？反而空气更加流通，对，更加流通啊。而且你看这个灯，看这个月亮，看这很浪漫，好浪漫，好浪漫。所以希望大家也到那边来吃。虽然啊，现在是在外面搭棚子吃，可是话是牛，食物的本色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吃一样。可是气氛呢不同，我们要好好 enjoy 咯。海底捞火锅加烤串最有味道，还有啤酒，还啤酒，对对对对，只有 Roller Heights 的海底捞才有，耶！户外糖吃一样好，罗兰岗的海底捞。